到这机场的人山人海，我就知道我们大茶蛋来了。啊哈，原来欧巴们是要去日本参加活动啊。欧巴们一个个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，帽子、眼镜、口罩，这些机场必备时尚单品是一个也不少。不过我最看不懂的还是吴世勋欧巴了，你到底是在过哪个季节呀？这是把整个四季都穿在了身上。虽然茶蛋的时尚美眉妹是看不懂，但是颜值高就够了。况且欧巴们不仅颜值高，职业素养也是无话可说。这不，前几天在墨西哥演唱会表演 Transformer 时，面对音响出故障完全无伴奏的情况下，欧巴们依然从容面对，可不要太帅哦。瞧瞧 XO 跟 XOL 的配合，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大茶蛋从容面对舞台突发事故了，次次都能游刃有余的解决。我会说，我们出道5周年的茶蛋天团，希望下个5年我们也能一起走呀。